什么意思啊？你干嘛？我要你给我充电，我没电了。嗯，你是我的充电宝。真的有电了，回房间睡觉。不，我要和你一起睡。我，心月，嗯，在这里睡可以啊。回你房间睡觉去。不，我就要和你。哎呀，你说的睡跟我说的睡从来就不一样。回屋睡觉。哎，睡不着。啊，我陪你。心月，嗯，你是怎么会看石头的呀？我可以看到石头里的颜色。这么好的天赋，不做珠宝猎人可惜了。什么？珠宝猎人是什么？我可以做猎人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对了，我特别好奇。你就不想家吗？已经出来了这么久了。想家呀，可是我要把你给带回去，还有星星石。如果星星石已经被……但是我是不可能跟你回你家的，就像你不可能一直住在我家一样。我们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就跟着你，反正要住在一起。你还记得小王子遇到狐狸的时候，狐狸说什么吗？我的生活很单调，我猎杀鸡，人猎杀我，所有的鸡都是相同的，所有的人也是相同的。我已经感觉到有一点厌倦。知道我怎么想的了吗？怎么没反应啊？都是他骗我的。是呀。有人跟我说，要想攻陷男人心，就得主动。嗯，主动。我爱你。于总，喝，接着喝。
咱们别走。干嘛？是不是被我的盛世美颜吓到了？对。昨天你喝多了，家太远，我只能带你到这儿休息。我……等等。你跟秦瑶怎么回事？我们的事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宁可单恋也不愿意做我女朋友。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。传染给他。水开了。